各位校员，大家好。我今日要甲大家讲的，就是主题就是畅谈法理。我先甲大家介绍一下。中华民国够有无？够有无？还有吗？没有了。啊，是安那？即马阁有诶证书，阁你诶身份证，阁小中华民国。来这边上过课才知道中华民国无啊，对无？啊，是有个人已经知啊，只讲只着知啊吼。但是伫台湾，包括民进党遐拢未讲这个代志，就是讲中华民国敢若阁有，伊他还登记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民进党。全世界拢知中华民国无啊，是安那？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阵，拍摄中华民国就已经无啊。就像即摆你敢会想讲满清够有无？无可能啊！中华民国推翻满清后，满清就没有了。嘿，啊，啥啦？啊，中华民国伊遮流亡来台湾，甲台湾人讲中华民国够有，啊，台湾人嘛是就算再满无多，嘿。对吧？好，这是哇，公元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就无啊。但是中华民国为了骗咱台湾人，什么拢用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它里面领土也不包括台湾澎湖哦，伊即马佫包括中国各省份，就是无台湾片哦，对不？你敢知？中华民国宪法嘛无包括伫台湾澎湖这两地。这个各位有没有看过这则新闻？有看过吗？美国首度公开否认中华民国是国家，伊不是国家呢，所以讲咱的国际上的比赛，包括奥运，拢写中华台北。好、哦、啊，高雄熟客为什么叫中华台北？哇，啥那叫中华台北？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权力是台北。啊，美国讲否认中华民国是国家。啊，现在伫台湾讲啊，中华是国，中华民国是国家。啊，佮用迄个青天白日满地红。啊，台湾大概吹比赛就起旗啊，啊，互国际上国际上在笑。啊，阿欧斯就无你佮提这唔足奇怪嘛？啊，啊，佮讲咱互伫外国拢互人打压，其实唔是啊，你。无这个 ROC 啊，你要叫我哪承认？伊敢那全世界一个 PRC 啊 ，PRC 就是中国啦，即马中国哦 ，PRC 哦，啊，为啥那拢是美国在讲？为什么都是美国在讲？无爱日本讲、英国讲、法国讲，就是美国，啥物拢美国？啊，较早秘书长咱林芝秘书长阿未搞这个法律解开的时阵。拢无人想到讲，啥人拢去美国，拢是美国在讲咱台湾的地位，台湾地位未定，吼，拢是美国在讲，包括总统选掉，中华民国总统选掉的时阵，就是爱等美国贺电，有无？你有在选举应该知吧？好，为什么要等美国贺电？咱选掉咱的总统是咱家己选的啊，当然家己选的啊，咱我们自己决定的啊，啥人要等美国的贺电？现在不要等日本啊，等世界国家的核电，一定要等到美国的核电来的时阵，他才敢宣布。好、哦，刚有人思考过这种问题。好、哦，像今天有蛮多年轻人的哈、哦，你们去思考一下看看，你们受的教育，中华民国还有吗？没有了。但是你们却上他的课，中华民国啊，你们上的历史啊，大部分都是中国的，那就奇怪，哎呀。还有联合国会员必须具有国家的身份，台湾或中华民国对联合国也并不是一个国家。哦、台湾或中华民国，哎呀、啊，台湾或中華，你讲今麦够中华民国够地位，就是两个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好不？啊，现在台湾嘛不是一个国家，台湾或中华民国。
啊，搁是美国在讲。你若是一个国家，你要加入会员国是一定可以的啦，哎呀、啊，因为你是一个啊，台湾或中华民国对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国家，哎，你们年轻人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哎呀、啊，所以咱伫台湾的选举选的拢是中华民国，唔是台湾的。你想这個，你嘛是拢提这個嘛吼？你嘛是拢提这個身份证嘛？搁一个啊！哦、所以当时美国破关的时阵，伊先来要求咱爱办身份证。身份证是我们人最基本的权利啊！啊，身份就是台湾，啊不是中华民国啊！吼、哦，所以讲爱申请咱的身份证，台湾民政府的台湾身份证吼、哦，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台湾人吼？哦啊，这不是啊！你提这就是中华民国啊，好、哦、对不？那这个是中华民国，好、哦。啊，提中华民国护照出国，所以会容易很容易被打呀。你就，哎，护照也有分颜色，你敢有了解？也有分颜色，哦，有的是，哎，蓝色。有的是先暗红色，啊，像那独独中华民国护照是墨绿色，这个在国际上哈，他们海关也是用这个颜色去区别你的国家的地位，对不？对，啊，各种这个确认了、哦、这个啊 ，Republic of China ROC， 啊，也写台湾，啊 ，ROC 就无啊，我写。那也看下节台湾啊，都阿美国讲的啊，中华民国甲台湾都不是国家、啊，所以讲这本护照是假的啦，只是某种原因可能在世界上会承认，但是是某件物件啊，哎呀，美国叫中华民国来占领，所以讲美国一定要承认伊啊，美国一定要说要让这个护照可以过，所以讲伊才有法度用，那无这个国护照是国际有的是无咧承认的。不承认他的，在国际上就可以以这个来判定，但是台湾人都不知道，所以台湾人一直笼罩在这个中华民国给你们的假历史啊、假的资讯上面，用媒体去控制你们，嘿，哦，国际上从哪里看出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办事处的话，如果国与国之间是国家的话，他一定是用。大使馆，你讲中华民国是国家，他会写中华民国大使馆，吼、哦，还是台湾若是国家，嘛写台湾大使馆，啊，写那不是拢写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这里外国啊，吼、哦，拢写经济办事处，哎、欸，文化办事处，哦，驻越南代表台北办代表处都是代表的哦，哦，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拢唔是迄咯，拢唔是大使馆咯。你敢有人思考过这個问题？拢这种诶，我足奇怪诶，系啊。中华台北，哦，这个街敢是中华民国诶？青天白日哇，青天白日满地红，赶快啦，哦，有心无？不行吧？有没有像？这个是马英九总统上任就职那一天有没有？啊，总统府挂这旗啊，这有出新闻啊，这有出新闻。刚自由时报有写，哎、欸，这旗啊，敢那是不像？不是啊，不是了、那個，像中华民国迄种旗啊，那用这个，哇！伊嘛，甲美国讲，伊嘛是民进户啦，哎呀、啊，伊嘛要接近款啦。这个是蒋渭水。迄当中的旗啊，日本时代旗啊，蒋渭水哦，你捌看过蒋渭水钱币无？十块钱的，有吼？啊，现在无代无志，搁改黑，嘿，十元币哦。他们想要，安尼骗你台湾人，伊嘛是台湾人安尼，因为蒋渭水他是日治时代，好像亲中的，所以哎、啊，他是用这个旗子的。所以你即马中华民国的用迄围巾啊，哎，什么围巾啊？没有，不是
上青下红中白绿黑无足成诶。啊，互你逐工看看久，你就变成这旗啊。这旗就是伊嘛讲伊嘛是民进要甲美国接近款。这拢是咱伫空格以后他的动作，靠迄，包括拄啊美国首都公开迄嘛是，都是咱控告以后，他美国才慢慢的释放出这些讯息。系啊，那无咱拢唔知啊。哎呀，咱嘛无来遮上课嘛，拢唔知啊。包括拄啊上一节迄个潘佑谦讲师讲诶，美国军机来随时咧要来就来啊，哎呀，对不？随美国军机若要来就来啊。咱常常迄个中国嘛在讲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是伊会走就来啊，伊个军机走就来，谁那唔敢来？为什么不敢来？对不？真刀金的，伊那来就趴落啊！吓，啊，那用这机啊，真刀那嘛无人，麻麻逼逼的嘞，啊，无人讲会反应讲啊，谁来用这机啊？哟，哟，流亡，好，全世界很多流亡政府，在流亡政府，它只能区定于在一个城市，就像金马哎。西藏达赖喇嘛流亡在印度的德兰沙拉，印度是国家，一个城市就达兰沙拉，所以他是西藏流亡政府在德兰沙拉，就像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啊嘞，所以迄当较早某一个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口令要伤害，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国际认为，French London， 好，伦敦，法国，伦敦，流亡在英国的伦敦。所以记住，一个国家它流亡的时候，它是一定是在一个城市，嘿。中华民国，中华台北，如果。现在也不爱用那个 Chinese Taiwan， 他一定要用台北，因为他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全世界的认定他就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我今仔大家要大家讲就讲，因为第一要大家知讲，中华民国是无的，伊是流亡来台湾的台北，嘿。奥巴马这个报纸哈。新华社报道，奥巴马拒绝任何台独主张。现在是美国在讲，嘿，是美国总统在讲，拒绝任何台独主张。现在，各位了解无？为什么拒绝任何台独主张？因为这块土地是美国占领，你若美国占领，你若要独立，你就要修正，甲泡照，你才有法度。宣布，好、哦，那无多啊！啊，这个土地阁是日本天皇的啊，你嘛无多啊，你嘛无多迄落台独啊，所以讲，民进党伊嘛是台独论述嘛，好、哦，啊，即摆拢行走到无路，行到无路啊，对吧？你不要看过这则新闻不？金门马祖办美签，国籍下 China， 金门马祖，金门马祖啊，不是讲咱台湾的吗？对不？搞在选举呢，哎呀，啊，这是一个妹妹，伊要去美国办签证，爱去 AIT， 我用影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东西。麻烦一下，影片那个 AIT 办美签，替外头排一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冠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台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
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 好久以来有这个事，只不过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还是每年有继续有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谢谢。有没有有人在金门马祖做兵啊？做过兵无？你做的是中国兵，福建省嘞，对不对？我这个影片很清楚明白表示，金门马祖啊。对哇，啊是啦，迄个钱无伫台湾，未使摕倒来台湾用，哎是啦，奇怪，啊你讲金门马祖是台湾的，还是迄个中国？啊你搁去做遐兵呢？这个影片很明白啦，为什么放这影片？因为这个明白告诉台湾人，金门马祖和台湾朋友无关系，因为伊是福建哦，拄啊美国人有讲啊，福建省金门本来就属于福建省啊，是你台湾人唔知啊，啊嘛未去讲啊，所以讲美国。他当中破关是有一点，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中，政治炼狱，听有无？什么叫政治炼狱？敢听有？听有无？你着大家着和迄政治人物啊，民进党、什么党啊，无？啊个国民党，着一直来口算计，哦，用感情。台湾人是台湾，台湾哦，台湾人是台湾人的台湾哦，啊着是安那啊，把你的感情抒发出来，着要投伊个票。啊，伊袂讲这物件，伊若讲为了台湾好，伊会讲这物件，他可以去反映啊。啊，是安那中华金门马祖办美签啊下签啊，啊你嘛是做中国兵啊，系啊，啊，这个很明显，光从这一点，你可以去请那些工人上面解释给你听，看嘛，伊绝对改变，伊拢伊若拄到这问题，伊拢点伊啊，因为他们有工人员有钱有可以有班可以上。但是别跟你讲，现在很多工人他是不会去，伊就加了民进户的呀，因为我们讲的全部都是事实，拢熟悉的代志。只讲现在是当然不愿意接触咱民进户尔，系啊。警察嘛知啊，咱民进户包括各州各郡的办公室哈，到今嘛没有任何减掉，包括好上面的事项都没有。不敢来咱服务处啊！哎，办公室，包括郡的、各郡的、各州的，拢唔，伊若来嘛足客气来遮哦。伊比如讲伊打三年，伊要来遮哦，伊的管区来遮了解一下，安尼其实拢知，系啊。哎，伊来遮拢足客气的，系啊。比如讲咱即摆要申请路块，伊嘛足客气的，我泡茶互你，哦，我会好好配合，系啊。伊拢会知，伊拢会去观察，嘿。哦，你像阮嘉茂街大坑派出所啊，伫遮阮遮上课公开上课，啊，你看，你像今日嘛，几啊百人来遮上课，那是哦，你们的前辈啊、学长呢，伊嘛来遮上课，我们要专训嘛，拢登来。阮无登记伫内政部下骹呢，阮三月份伫屏东要插迄个关东旗，要插伫新德的时阵吼，阮就甲申请迄个路权，没有申请迄个插旗下无，因为。不要冲突嘛，好啊，他也是因为中华民国也是美国委托他来管理，啊，即马只讲美国要甲因收倒倒来，要搞民进户，所以讲不要让我们起冲突，我们不用去抗争，唔免求民进党还是台湾话去甲抗争，你若抗争是等于你跟美国抵触安尼啊，所以我们就去跟他讲，伊讲伊要等到资料拍开，迄环保局就讲，你台湾民进无登记呢，啊变安那互恁查，我讲你爱想办法咯，这是美国交代哦。咱爱差价要宣传咯，系啊！啊，你想啊，像那种公务人员、那种等级公务人员，他知道我们没有登记在内政部，好，没有登记，一个我们有法度生存伫台湾。啊，咱的团体是要甲中华民国挂号走的呢，嘿！啊，警察嘛知呢，啊，没有任何的剪掉。你阿扁啊落任以后，差不多一个月话就互抓开啊！啊，咱呢，咱爸啊公开伫遮上课。秘书长常常讲啊，那会有代志，伊早就有代志啊，啊，谁那伊拢无代志，
对啊，公开发身份证，因为我们在发行的身份证是美国，你们哎，你们有的申请身份证了吗？我们的身份证是修哦，南极间谍中央南加啊，在寄去美国，然后他要三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左右，伊就寄到来家，搁发给大家。这是美国做的，这是百分之百的，绝对不是像网络讲的哦，是伫对做，不是，系啊，嗯，啊，咱这单位，咱这民政府伫发身份证、发车牌，要甲中美国挂号走，啊，搁无登记。你有开公司就知啊，你若开一个公司爱登记无？唔免登记，我讲无可能啦，一定会登记，对不？啊，咱无登记，你们可以去查。你若有实在迄公务朋友、公务人员的吼，你叫我去查看卖啊，咱绝对是无登记的，系啊。因为咱嘛是政府，系啊，咱这嘛是政府，唔是党哦，不是政党哦，唔是民进党什么党的哦。有人讲我是民进党，唔是哦。你要搞清楚，我是民政府是国际法里面一个名称哦。哎、hey, ，你像伊拉克民政府也有这个民政府啊，还有 Okinawa 琉球民政府东西，你去网络查就有啊，你怕琉球民政府就有啊，跟我们的全部一模一样。美国军事政府也开了民政府，所以讲这民政府不是开玩笑啊，现在中华民国唔敢当，这美国的美国军事政府的啊，系啊，伊啊美国军事政府啊，今天拖了个美国军事占领中啊。哦，啊你敢知即摆国军不是一直咧？裁兵，好不好？有裁剪，足侪军官，包括即马做兵的，有诶东西拢知，吼、哦，吼、哦，哇，宪兵队拢关门啊，吓、啊，有人到高雄诶无？你去看迄个凤山宪兵队，哦，凤山宪兵队，哇，大门去关起，迄种大吉个咧。你怎么看？你要讲看迄红，迄虾米都有人关关起来咧。啊，个迄个龙爪，迄个内浦龙泉的迄个海钓啊，拢无啥兵啊咧。哎，如果一个国家他要裁的时候，他一定会裁最弱的兵种，无可能把迄强的甲裁掉，对不？宪兵裁撤，好、哦。啊，个即个涂掉战机国徽。欸，一个国家，两个国家在修正时，你若无这个国徽，会有被拍呢，对不？为什么要把这些部队啦，还有一些军机这些都要拿掉？各位刚才宾拉登恐怖组织，哦，宾拉登伊就是他不是国家，然后又到处征兵，啊，够拥有武器。那是美国制定的，是啦，因为美国和诶双子星啊，还有龙之类，伊主要制定这类三个标准，就是恐怖组织，符合这三个标准就是恐怖组织，不是国家，到处征兵，拥有武器，啊，拍摄中华民国拢有，中华民国，伊唔是国家，美国拄啊讲的啊，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啊，对不？啊，伊个即马做诶、叫恁去做兵，吼、哦，叫恁去做兵，啊，个伊个有。坦克，还有这个飞机，还有部队，那不是恐怖组织吗？对不？所以说中华民国，所以我们控制了，美苏六国，他如果像这样，美国如果没处理，我们就会继续过来。对啊，你给一个恐怖组织在台湾，所以说这些单位一个个裁掉，你注意看，现在有的部队已经没杀人了，对啊，对啊，包括军法官，有的都没了，我有把拄到军法官来这上课呀，很多啊。你是骨力，骨力哦，你骨力，你知吼，你知这個消息系对啊，很明显，你们去观察一下现在的部队情形，很明显，已经有的拢无啊，系啊，哦，海角大队将走入历史，哦，35年的海军了哈，海角大队。对，他都从强的部队开始裁减哦，不是为弱的哦，哈、哦。现在炮兵团无在裁，啊，有诶，这种诶，拢在一直裁，有诶单位无重要，无裁，啊，拢裁这种诶重要诶。啊，大家介绍一下，台湾民进是诈骗集团嘛？你要来上课时，一定跟你足侪人跟你讲，啊，你要去遐是诈骗集团咧，有无？百分之百的啦，
哎，对哦，家人都会这样讲啊，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啊，哎呀、啊，尤其有的年轻人哈，除非是家人介绍，要不然他一般你去外面，有的年轻人他是看网路哦，或者是他刚好看到宣传，他上网去看，他认同这个法理，有的是安尼哦，哦，如果是诈骗，哎、欸，咱公开的差距啊，啊，公开在五大哎、欸、六大洲都有总部，50个郡都有办公室。啊，想到国警察唔敢来，啊，这是正面报道哈。那呢，台湾政府的法理，包括身份证，这是主流时报。你若讲是诈骗，我嘛无唔敢底下迄落啊，无诈骗集团不可能公开底下上课啦。你看哪个诈骗集团是公开的？那你思考就好啊。所以各位，你们回去以后，你们在讲法理的时候，你绝对要强调这些，绝对不是诈骗。你若讲诈骗，你也可以报警察看看啊，对啊，这是2013年1月21日，当那一天我们是在美国华盛顿也有刊登民政府的那个法理，哦，那天哦，欸，这是那天报道是那天也是三立新闻来这采访，对啊，那天上课很多人的，对啊，叫一个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爱知河南哈，爱知河南他是防卫厅电工，那里够红波了，他是前的，之前呢，啊，他来到我们民政府这里，爱知河南还没来这边之前，他以前来是中华民国邀请他，日本都派他去中华民国的是总统府呀，还是跟某某高层见面，啊，他第一遍一在这台湾民政府的时阵，伊抓去干部来家。而且讲诈骗来讲，伊这种等级的人，伊无可能，伊要来，伊无甲你过滤吧？他一定会过滤过，欸，然后他来这边跟我们秘书长见面，啊，来跟大家讲一下话，他才知道，哦，台湾民政府及流亡政府、流亡中华民国区别有清楚的认知，也誓言转达至日本相关单位对台湾协保间隔群岛的决心。哎，咱讲是诈骗，不是吧？哎呀，你像我们今日嘛是去迄个靖国神社，30几位同心，吼，哦，归靖国神社遐参拜，我也有参加过，嘿。他去的时拢百几个哦，那12月20几号祝寿团拢是百几个、百六个，嘿哦，要200个底下哦。但是中华民国拢袂甲你报，中华民国伊用新闻甲你控制，甲你洗脑。他把我们所有民政府的消息全部控制，就算会报的时候，伊就调岗给你帮负面的，嘿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接受过采访啦，很多新闻他来，欸，他记者来采访的时候，他回去一定会经过总编，啊，总编要改啊，他要讲啊，无多啊，我来家采访，当然时阵伊搞阮迄落啊，嘿啊，他会透露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相信现在的新闻，现在的新闻大部分都是社会新闻，车祸，吼，哦，啊，搁一挂，哦，连迄车撸来撸去，弄到车嘛在要报，哦，前进装一台，后面装一台，哦，撸袂，诶，北固前进无都出来嘛，甲你报嘿，就是甲你台湾的渔民啊，啊，国际上的变化，甲台湾的地位变化，伊拢袂去讲。迄，诶，我2012年4月份参加上课。我一个礼拜，我就去 AIT。你当初我这民政府一个活动，还去台北 AIT 哈，吼，哦，递迄个诉求书，吼，哦。迄刚千几个人哦，伫台北哦，啊个日本交流协会两个单位，阮伫遐咧哦。哎，无媒体呢，在台北是千外人，伫遐无媒体呢。你有感觉足奇怪？在台北，我咧我刚讲啦，你若讲40-50人伫遐抗议足大声，伫 AIT。做了报啊啦，啥那咱无媒体，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来报道。迄当我啊，这绝对是国民党在控制新闻媒体，不让我们浮出来，系啊。而且迄当秘书长较早伊连续3单拢有去，拢无新闻，包括日本交流协会，我就去这两个所在都没有，系啊。迄当我就感觉到啊，真正中华民国一直极力要甲阮封锁。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一路走来很辛苦。现在很多童星哈，就是
就是咱民众的同心。他现在打工就伫外口行路宣传，啊，就各郡啊、各州啦、啊，都会办这种游行活动。咱无媒体无法度啊，咱干那网络啊，网络是全世界有无法度控制啊。所以讲，阮即马来甲咱讲来讲，你莫看新闻，新闻会经过他们的剪接，包括因的修饰过，你也感觉伊这是诈骗，但是无啊。我们只有靠着网络这样传播出去，然后靠同心在边外面晒太阳，一直走路，请西装，请咱这吼这边走路宣传，足辛苦的。秘书你看在马先生辛苦这样过来的，伊边要砸单啊，哎呀、啊，咱那是诈骗，咱我们没有薪水，什么都没有，就是为了台湾在付出，所以咱不算是诈骗呐，我们不是诈骗呐，哦。阿哥，这是驻社团，每一年我们都会去参加。好，民政府将近150-160-200位左右，你看，这是太侪车啊！啊，所以讲咱有分一车、二车，啊，这头前都是民政府的机啊，后边拢日本机。阿哥徛伫天虹的头，这不是剪接哦，我先跟你讲，这个图片你们上去找得到，这全部不是剪接，我们没必要作假给你们看啊。对吧？你想，如果我们作假，你两没有两包嘛？我们这个不是作假，这是法新社的图片。很多，那一年的那个很多新闻都有照到这个画面，但是台湾没有。这些新闻呢？哦，新闻他们的镜头在拉的时候，很多家日本将近有4-5家，我们都有看到这些新闻啊。有的还没看到，香港他们也有看到这个画面，但是没有人报。有的亲，咱的同乡伊住伫日本的，啊，有的是同乡的亲戚是伫日本的，伊看到这些画面，讲哪有可能？要进日本皇宫驻守这个哈，这个团，你必须全部进去，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你入去，你就要押日本旗，袂使押别个国家旗啊。你们可以去证实看看，你可如果有日本朋友、日本的亲戚，你可以去问看看，这一定要全部进去都是日本旗，啊个那个摆伫天皇下骹家。啊咧，这阵人，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徛伫遮咧，系啊，诈骗集团要安尼用这要怎啊？唔免啦，卡电甲恁骗骗就好啊。是啊，咱遮辛苦，因为我们是日本台湾人，日属美战，所以讲你去申请遮这本土台湾人时阵，我求我清洗圈阿公阿妈嘛，他就会有那个日治时代的藤本出来，对不？什么明治昭和大正的啊？哦，这是比较早一点的新闻，哦，所以说那的新闻从好几年前一直出到现在，怎么可能是诈骗？剪掉他们不知道吗？对吧？回归日本，哦，你像郝柏村伊不是之前选举不是在讲迄嘛？柯文哲系日本方面对，嘿，日本方面，咱讲几老冬啊？秘书你讲几老讲到有吹无落啊？当然不相信。但是郝柏村连战讲一下，然后日本皇民，哎呀，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皇民，哎呀，哦，国家架构相关问题不？我今天强调就是台湾民主不是诈骗，台湾民政府不是诈骗集团，还有中华民国已经是没有的东西了，想你了解一下。所以讲你即马提身份证啊，哦，包括护照啊。拢假，系啊！啊，民进党嘛未甲恁讲这個，系啊。这是到5月份吧？哦，这是东森新闻，我抓下来，我截图抓下来的。这块土地，那是中国的，伊嘛会使像安尼啊，直接飞过来啊。民航机哈，如果他在遇到人需要人道救援的时候，他随时要降落，拢会塞，他不会去选机场，好，你人道救援，因为他发生事故，他马上要降落迫降嘛，他在这个战斗机伊是要修准备用诶，他还选机场，啊，屏东买了，啊，高雄买了，伊就跟台南，好，而且迫降，我们的飞机还要上去带他下来，你们台湾人没有去想一下？啊，他下来以后，美军
划定范围，这是咱的土地呢。你讲安尼，照中国意思来讲，照即马中华民国来讲，这是咱的土地呢。啊，是啦，美军伊只为只口岸的，啊，你 AIT 接管，台湾军方不得靠近，对吧？即个，这个很明显，就明显的啊，即块土地就是美国军事占领。但是美国也未甲你讲这啊，你当然爱看有啊，系啊，好、哦。啊，因搁停两天，过甲搁迄个新闻，我看伊新闻报，伊搁去迄个台南吃小吃，无，不敢不急着走，伊就跳岗停落来遮。啊，迄当伊停落来无啊，过美国的，我看《华盛顿邮报》，他新闻也有出，华盛即、這个即。這個这个节目来都有报，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台湾，伊就写呢，英文版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台湾，哎呀，军队来台湾，就即马足侪人伫花莲呐、啊，还有各个机场也是，军的吼都有美军的，你们可以去看看，像屏东机场也有啊，我有看过啊，噶啦50几位，哎呀，屏东机场吼。迄当阵，阮咧甲一个高沙族讲的时阵，迄、那个高沙族伊讲，我们跟他讲说，讲这个法律，包括美国军事占领啦，这个讲下去，伊讲莫难怪哦，他们有去做到迄条屏东机场迄个机场，迄、那个跑道，屏东其实小机场嘛，啊，你唔免遐大迄个跑道，遐好的跑道啊，因怕他们重新铺的跑道很大，将近可以这种大型运输机下来那种跑道，唔是一般的跑道对吧？系啊。啊，最近铺的应该这样，大概我跟他接洽，应该大概两年前，那时候他两三年前左右铺的，他就达到，他有去铺到那条跑道，是大型运输机的，嘿啊，不是一般的那类的，嘿啊，其实很多你们可以去这，你们可以去观察，要不要去看？嘿啊，现在还有花莲，花莲遐有无？啊，个台中清泉岗，嘿，嘉山。哎呀，哦，光头嘉山新竹，嘉山不是新竹是乐山，哎，乐山基地哈，它有一个雷达，抓我，我一下忘记它名字，啊，吴凤祥哈，它有个雷达，转世改刚那五粒，它只有五个雷达，美国设定的，好，不知道，其中一个，一个就是在我们新竹乐山基地，嗯，竹凤祥哈，吴凤祥，哎。他那雷达全世界只有五个，一个在台湾，美国会设立台湾咯、哦，啊，那个雷达会使涵盖到中国边疆遐、哦，可以涵盖那么的全亚太几乎都涵盖哦，那是很先进的雷达，哎呀、啊，那个邓同学，可以麻烦一下找一下那个雷达嘛，那个新竹乐山那个，我给各位看一下哈、哦，不好意思，资料不够。那个雷达，它就是在台湾，现在新的那个美国 AIT 啊，它不是在金湖路100号，有没有？他讲 AIT 其实不是啦，以后就是美国军事用地，它是亚太最大的军事指挥中心的台湾，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大嘿，啊！国民党迄当时我看一个政论报道，就谈话性节目，有一个唔知，他就讲说哦，因为哈，迄要办护照要用的啦，能、对啊，系啊，办一个护照爱2万几片咧办，军事用途，对啊 ，EIT 他一个办事他唔免用到遐多，2万几片啊，系啊。大概6甲到7甲地，系啊，嘿，哦，你要考过去，你有眼去看，即马刚十，它外面的，完工日期好像10月30、10月份哦，你可以去看一下，嘿，啊，你想啦，即块土地若毋是美国军事占领，伊哪有法度直接去？你爱看我，即若是中国，伊若讲中国，伊嘛唔敢予伊直接去这啊，哦。美国嘛唔敢直接去，伊就只发你行，这块就是我占的土地，系啊。啊，若中国一日到讲伊会
好，无伊来啊，伊唔敢来咧。伊敢那会使来只自由行好恁，咱帮你安尼。好，即、這个新竹乐山基地无？这个，这個、全世界到五粒，啊，这其中一粒伫台湾。你看台湾的军事地位偌重要，即、這个，嗯，好哦。哎呀，全世界五啊，其中一个伫遮，啊，你有重要无？它涵盖亚太几个啊？哦，嗯，哎，这就先进嘞，谢谢。哎呀，所以讲各位，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个土地是美国军事占领，绝对不是中国的。中国干那，他只会放人自由行进来，安尼，伊唔敢公开来。今天呐，伊也早就公开来啊啦，不可能偷偷摸摸啦，系啊。你说，总统选举对啊，爱贺电啊，这个军机来，伊要来，伊就来啊。伊来时就家己会，制定范围 ，AIT 接管，美国人接管，中华民国一句话都唔敢讲。啊，个迄个海啸时阵，美国就随伫海关底下用电脑。出入关就是咧控制啊，海关是一个国家的大门哦，国家的大门哦。啊，啥啦？迄个海啸时阵，伊抓甲海关规拢控制啊。美国迄 AIT 直接过电脑搬的啊，因迄个美国飞机来时就咧甲控制啊，唔免经过中华民国呢，代表这是伊的啊。他要做什么动作，他都可以不用经过中华民国当局去。去那个，我不用跟你报备，哎呀、啊，好，嗯，国家家里有啥问题无？对，嘿嘿，咱伫美国嘛有咧开记者会咧，安尼是唔对，是会使啦，但是，安尼比较方便，啊，世界大家拢知嘛，因为福建咱阿代表是一个正面事实啦，系啊，这本书先提到，由哪个哪个国家，由日本来提议，由美国来主持宣布咧，就拢总，但是这唔对，安尼讲是较紧啦，就是。嘛无简单啦，咱就一步一步来。即摆已经行到第二遍的控美案了哈，即摆咧开始咧告美国，告破关，才我都执行安尼，系啊。对啦，无唔对，系啊，做是较无遐好做啦。你像我嘛伫美国嘛有迄落。即摆问题就是，美国也唔敢主持啊。不是唔敢，你若讲即马办身份证一交十几万了吼，马上就起来，伊会惊啊，系啊。所以讲重点伫咱台湾人，台湾人你一定要相信我们讲的法理，安尼。你家己无爱起来，美国嘛无法度呢，伊国际上伊迄落啊，对吧？是没错啦，但执行上当下有一些很多角度哈，咱讲是会使那个，但是有时候做是无遐好做安尼啊。你像我卖讲啥，我去日本安尼，像你拄啊看天皇日本天皇嘿就好啊，当年拢去呢，啊个靖国，就是家里靖国神社啊，对不？拢无啊，啊等到日本的报纸有讲报呢，我迄年有去啊，靖国神社哈。啊，恁底下啊，日本的报纸有出嘞，系啊，系啊。突破媒体啊。网络啊，现在大量是。嗯。你这个突破，我开啊你嘛。嗯，对，我知了解，系啊。嗯哼。好。好。
你把各位小问，哎，各位没有，各位有没有去请身份证？无哎，希望回去的时候，你们回去了可以快点帮我们宣传这个法理啊，快点去请身份证，哎呀、啊。咱放一个鸦片，吼、哦，一个中国政策，麻烦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影片是一个中国政策，就是转是跟你讲，全世界就一个中国了。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seemed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各位，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现在11点，大家继续看。好，先休息一下。